网民合力挫大鄂政府户制限网议。大鄂在股市从来都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散户除了任人鱼肉外，根本没有条件主导市场。互联网的出现令世界从此改观。 GameStop 一役，美股就上演了一场大卫击杀巨人的好戏。 GameStop 是一间以传统门店经营的游戏玩具公司，有网销的经营方，息后公司的业绩自然倒退，专门做空的大鳄便闻血赶至，大举抛空。估计遭抛空的 GameStop 股票一度达总发行的 140%。 美国不限制抛空，不用借到股票也可以任价卖出，不用 uptick。 疫情发生后，人们减少了社交活动，留在家里玩游戏的时间增加， GameStop 的生意理应好转，息股价受制于沽空大鳄的力压，没得到充分的反应。新一代的散户于是利用阿拉伯之春的手法，借社交网站汇聚力量，合众散户之力买入 GameStop 的股票及相关的衍生工具，实行协淡仓，令 GameStop 的股票在短时间里倍升。结果矮多扭死仗，连擅长沽空的老手 Citron Research 与 Melvin Capital 也宣布败阵，只好在高位平仓离场，损失数以十亿美元计，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翻身。事件令很多对冲基金亦得为减低风险而大量平仓。之前他们做 pair trade， 揀一个行业的弱股沽，强股揸，现在要平仓就得买回弱股，沽出强股。强股中的指数成分股较多，导致指数大跌。事件引起政府关注，担心美国金融市场从此落到人民力量的手上，以后难以掌控，于是有人出横手干预，有人说政府也有份参与。史无前例地，几间深受散户欢迎的低收费网交平台，如 Robinhood、Interactive Brokers 及 E-Signal Trade 等，都不再接受散户落盘买入 GameStop 及 AMC 等几只因大户大量抛空而被散户挟淡仓的股票。由于网交平台人为地令这些股票失去承接，股价焉能不跌？这样的做法分明刻意保护大鳄，对散户极不公平。然而，美国的监管机构警听之任之，未见作出追究。网上的讨论区于是响起一片声讨建制的声音，其中在 Reddit 的 Wall Street Bets 更是表表者。没想到，在美国这样崇尚言论自由的地方， Wall Street Bets 这个公众讨论区竟遭服务提供平台 Discord 封闭，要改为私人讨论区，理由是发布仇视性内容。我还以为中国大陆才会限制党员网以中央，想不到美国竟会限制散户网以股市，美国为何会弄成这样的呢？一般股市只会对无货沽空及低价执货有一定的限制，那可以连用真金白银入市也不接受的。这样还算是自由市场吗？这样的事情如果未得监管机构的默许，证券经纪是不敢妄自行动的。因为这足以令他们的经纪牌也可以被取消。所以，即使有大户向他们施压，他们也不会配合。此之所以，我相信今次这几家低收费的网交平台联合行动，反映的可能是政府的意向。美国政府发动过这么多场时代革命，当然明白在互联网上防民之口的重要性，所以必须防微杜渐。